绕，绕的话，起笔斜过来，还蛮长的，点，小小的点，按下去，抬起来，折下来，比较细瘦，横画，横画，滑动，逆上来，点，拉到一点点，带上去。圆进下来，带过来，又碰到一点点。超模很喜欢左右稍微搭到哈，这样感觉真的是比较紧凑。那小心不要把那个字啊，整个写糊掉了。好，他这里其实是一笔过来的，刷过来，没有送出，带回来，再写这一个做翻折，然后整个要送到底。好，绕，